5天5座城市，对，5天5个城市，然后还干各种不同的事儿。早饭让你吃鲱鱼饺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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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丧心病狂。是啊，哎哎，今天二位，可别吧，哥哥哥哥哥，来了别白来，哥哥哥哥哥，这不是一个旅游节目。你说什么？这个是个旅游节目？这不是个旅游的享受的玩的节目吗？导演组说躺着平平的就好了，是躺着，是躺，是让你倒下，不是让你自己倒下。这不是生存节目吗？这是旅游节目吗？赵哥，贝尔，你们俩选一个，鲱鱼饺子和活蚕蛹选一个就行。选择退钱离开，退钱离开，选择退钱走人。应该快到了，哎，感觉差不多了，好像快到了，感觉差不多了，那就马上到了。嗯，我有好多想吃。哎，往右边看，那是我的幼儿园。哦，啊，真的假的？这不，这不池塘吗，哥？右前方，这不是树林吗？这个幼儿园吗？你确定？右前，那是我幼儿园，然后再往那边走100米就是我的小学。这里变化大吗？这个桥什么的？啊，这里都变化都很大，学校都变化特别大了，嗯，都是新的了。马上到了，朋友们，右拐，就那个前面的知者来。哟，到了，哦，走啊！白马王子先请，来来来，走走走走，走，快快快快快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哥，走了，走走走，走，好饿啊！你一看这个凳子就知道这饭不能轻易吃啊。我们应该怎么干什么呀？这个椅子为啥？